只是孩子的好爸爸。他的领导带着弟兄们飞速成长。他不只是电脑高手，他的专业让敌人无所遁形。他不只是爱民的年轻人，他的抱负捍卫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。看似平凡的每个人都有无可取代的特质，加入国军，让你重新展现自己。不凡人生从这里开始。